就算你长得像我，你现在拥有阿月，你也永远是我的替身，一辈子都是我的替身。楠楠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没事吧？ 怎么突然间跑出来啊？阿曼，阿月，张璇的故事结束了，阿曼最终还是证实了自己只是张璇的替身。我累了。我知道，这部戏你辛苦了，不过已经杀青了。今天晚上。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不要哭了，嗯？你不累吗？有你陪着我，我怎么会累呢？我说的是跟我在一起，心里想着韩慧，你不累吗？ 你在胡说什么？已经杀青了，不要再陷在故事里面了，暖暖。是，韩辉说的对。双生花讲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，戏里戏外，我都是别人的替身。 你不要乱想，我当初就是怕你会胡思乱想，才不想你接这个项目的。那你敢说你没有在我身上找别人的影子吗？我，所以是真的。暖暖，杀青了。 不要为难自己了。